对，好，来到我们的 BP 环节啊，蓝色方英雄队，红色方联盟队，两边队长分别是小凯和 Baby。 嗯，先看一下这个班选环节，要不要搞一些些的针对？是，因为我们是征召模式，所以说还是有前面的三班在的。是啊，好，这个就是默认直接没有班了，就直接开始进入选人环节了，直接开了。那这个抢英雄，我觉得也很有看点啊。这抢英雄会不会拿自己的招牌英雄，对吧？是的，我感觉今天 Baby 怎么着也得整一把金克斯，金克斯是是对吧？那我小凯怎么着不得整一个雨刀，对吧？要这个复刻之前端游的那一波十四杀的刀妹，因为之前那一场刀妹其实给很多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拿了。这个英雄虽然说现在能走的位置比较多，但是现在在蓝色方一抢拿到了之后，他还是走中单位置被小凯拿到的概率最大。哇，这边是直接是一个石头人加上了一个青钢影啊！现在青钢影在我们的手游里面真的是非班级选 T 零级的英雄。哎，而石头人的话，混强混强的。哦，这个中野组合，这个有点太帅了吧？哦，等会儿这把上单刀妹了呀？对，那上单刀妹了。但是要说到这个阿离和盲僧在目前手游中间的这个中野联动性，可以说是 T 零级别的，绝对 T 零级的。现在狐狸地位非常之高，说实话，就不看 Baby 这首金厄斯，就单看两边前三首，感觉都是那种比赛阵容。对，灵药的话其实也是要到这里想着，那肯定是保 AD 嘛。嗯，对，你保护世界，我保护你。嗯，看一下这边英雄队的一个双人组怎么选，卡莎布隆啊，硬斧加刺客，哇，感觉英雄队这边真的就阵容选的贼扎实，是，就比赛阵容，标准比赛阵容，对，要开团有开团，要冲牌有冲牌，好稳健。而这个阵容打到中后期的时候其实还挺顶的。嗯，是，不过也看出两边其实要走的路子不太一样啊。嗯，英雄队这个中野拿出来前期带节奏做事是肯定少不了的，但是另一边联盟队这边因为有金克斯需要前期一个发育嘛，感觉好像要偏中期接管比赛，拖一拖什么石头人金克斯嘛，往中间去等打团，感觉右边有点那种四保一的味道了，对吧？确实不管比赛的结果怎么样，对吧，让 Baby 玩得开心那就够了。说的要导压力好大呀，就他的炮弹有没有打到对面我不知道，反正就刚才上场的时候已经打到我了。哦，哎呦，这句话可以可以。而且身边的人得帮他挡炮弹，因为英雄队这一把选的英雄啊，都是冲着这个金克斯去的，必须得挡一下，什么点到为止，对吧？进游戏了之后就不知道怎么说了。原来这个点到为止是偏偏要点到为止。对，偏偏要点到为止。再加上里面其实很多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嘉宾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也都有碰到过，比如先锋赛的时候，当时吊哥还有若风风队啊，其实就在一个队伍里面打过。是，嗯，而且他们我记得后面麻辣香锅其实也有加入，当时那一首盲僧非常非常的秀。哇，现在的表情已经是感觉到像是在打比赛一样了，打比赛一样，这就是在打比赛。是，新的风暴已经出现了，对吧？就像我们开始那个宣传都有一场比赛。是的，来到召唤师峡谷，我们的英雄队对阵联盟队，明星表演赛开始。下路这一上来就很凶啊，毕竟是带了一个软斧在的。压压线，但是中路竟然吊哥选到一首潘森啊！其实前面在了解的时候也有知道啊，吊哥其实平时的位置打 AD 会比较多一点。对啊，之前在这个先锋之夜的时候也见过他的这个卡莎呀、飞机一类的。嗯。不过拿到这样一个可以全图飞的英雄，其实待会儿给到下路的支援也会更及时啊。他的目的已经是昭然若揭。太明确了是吗？我就是来蹦下路的，嗯，所以你姿态你也小心一点。这把主要上路，毕竟中国不爱这石头人都选出来了，对吧？思路清晰，嗯，好吧，上路我不死就行了，打野就往下路靠。是，潘森这边五级有大了之后也往下路飞，而且这把其实刀妹的空间还挺大的，因为毕竟打一个石头人嘛。哎呦，上路中国不爱这换血换的可以啊，空间是大，血量有点少，打的来下路了，下路了，红队来了有想法，扫荡队扫一手，直接跟上去，金克斯一血拿来，而且若风这里扛卡了之后自己没死，哎呦，再一口治疗把血量抬上来了，这波三个人的配合很秀，就漂亮啊。那这个人头一旦给到了金克斯，他的这个前期发育非常舒服啊。是，那么一方二鼠的河蟹节奏其实在下路因为一波打架而终结掉，没有在河道里面打起来。对，因为在手游当中我们的一方二鼠秒的河蟹其实非常非常关键的。
手游里面因为没有这个药啊，所以说这个防御塔一塔旁边都有一个果子，刚才赖特米也是跑去吃了一个果子。对，吃这个果子的话不仅能加血还能加点蓝，而且我们的天赋里面其实也有专门的一栏，你吃这果子之后加的血更多还能加钱。就感觉玩手游就没事就想去吃个果子河道啊，或者说去线上吃一些线上人果子。对，果盘嘛，哎，五级了，但没蓝了，没蓝了，端不出来。但这个血量感觉 A 也可能很危险，来了大王星月这边，哎呦，跑不掉了，哎，他过来之后这边一技能打空了，过来做住了之后，这想走一个盾，第一双人拉到了，还在秀，没办法了，没有操作空间，双招都交了，哎，这波的上路的待遇有没有小虎那味儿了？有点这个意思了，对，哎，而且这么看啊，因为 RNG 这是来了三个人，俗话说得好，三人成虎，所以这上路是不是？有点小虎的待遇了。有学习到，有学习到。但怎么我们前面所说联盟队想要中期接管比赛，没想到前期打得这么猛。是的，下路在勾引，这边上来想踢，踢回一个开大露露，这边还有最后同学坐住，直接秒掉麻辣香锅。辛克斯火力有点强，虽然套了个虚弱，但还是很猛。中期了呀，小凯来了，哎、有一个大招，但魅惑打到冰上了。小凯这波支援有点可惜了，那得往后撤了，两边这个状态都挺不佳的。哎呦，风队这波反蹲牛，感觉就把这边英雄队的一个心里摸得透透的，是确实有点就是运营那边，这把风队直接下楼买房。嗯，现在看一下这个 AB 的经济，哎哎，还有想法，还有想法，哇，小凯没大的危险，赶紧隔枪闪走，有点难走了。潘森做出一个护盾之后，再将闪现拉回防御塔下，但布隆怎么办？最后一下普攻出手，布隆也倒，被露露给跟出去了呀。而且这条龙马上刷新了，怎么说？怎么说呀？敢不敢动一手？还是选择求稳，先回家补给一下。上路这波应该打不起来了，还有三秒钟，感觉有点打不过呀，套点了，这波没双招的，先锋之刃先开出来，这边上来，但是还是比较肉的呀，不敢追进塔里，冲不动，冲不动。但是盲僧来了。麻辣香锅有野看到了，郭老师位置已经暴露了，这波但是我不爱塔下有没有机会操作，有大的兵线要进塔了，吊哥吊哥好像想来支援，吊哥在 buff 那块儿，这波来支援，哎呦，但是被撞到了，大的两个很秀，这波潘森也来了，还没死，要一换二了，一发火箭，还来了一发火箭，漂亮，送来的一发火箭，是啊，这个是简直火箭太灵性了，而且这几波打完之后 baby 这个经济已经来到了3300，感觉 baby 这个金克斯熟练度确实很高啊，对，那是不是盖的呀？嗯，峡谷先锋也开始动了，因为我们手游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啊，4分钟，万物复苏，我们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小龙、先锋、飞机炸包，全是这个时间点出来的。是啊，而且对于这个联盟队来说，拿到了先锋，先锋其实在前期的这个经济收益是非常高的。哎呦，坐住！而且旁边又来了一个吊哥，露露也来了，三加一，前后都有人找来了之后，方队想收这个人头，露露给了一个大招，站起来一手，最后。由潘森收下这个人头，势如破竹，四个人的包夹啊，直接水龙好像也是可以考虑的。糟了，小凯偏偏成了被针对的那个，遭遇表演赛最大危机，确实被对手四包一强行干，拿先锋杀人再拿龙，这一套运营行云流水，上路又打起来抢单杀，有机会交闪，这边一技能上去之后直接收到这个人头，再交一个护盾吸收防御塔伤害，好，莱特米捍卫了上路荣耀，下路想留布隆，横扫减速了一下之后，这边先秒卡杀盲僧，一脚上来踢三个，但是没有用，这下路是非之地啊，一直联盟队围着下路在打，这都不是说一波三折了，折上折了，反正你只要赶过来人手，那必死人。而且呢，我们这个手游里面的这个防御塔，每一个防御塔都是三个镀层，其实推起来还是比较快的。嗯，上路这 Let Me 直接进兵线之后推了一个多镀层，来了给了一波回放，这鼻双刃晕住了之后追着 A 出被动了之后再放大招，再利刃冲击冲上去 A 最后一下开光盾抵挡防御塔伤害，非常的流畅，这把感觉只能靠 Let Me 了呀。嗯，最后的希望。最后的希望，毕竟领先石头人还是1000块钱在。主要现在这边联盟队手里还有条先锋，嗯，这个先锋是比较关键的。我大胆预测，好吧，这个先锋会往下路放。好，可以。这个预测就是其实跟保 AD 四保一是有一个一样的套路，对吧？嗯。来下路守了 ，baby 现在很肥啊，他身上无尽在手，而且多了个反曲弓，上路又想来。撞起来没这边最后同学直接坐住伤害硬挂，还有一个潘森，没办法呀，秀不动了，哇，这联盟队支援是真的快啊，先锋直接放上路，那没办法了，是
那这样子的话，上路整个野区其实比较难受的。待会儿这个郭老师的这个野区其实会有一点失守，还在转线。嗯，这太职业了吧？有没有？太职业了，太职业了。这一看，平时就是有练过的。对，双人路直接摇。我是有，就是悄悄的打探一下。嗯。我们的联盟队，嗯，其实 baby 有跟其他的队友有开黑过。嗯。所以说。最近的努力，最近的对于这个游戏的热情，也让他在这一场比赛里面其实打得还是非常非常好。是，刚才也说了嘛，就仅仅是九十级的胜率。嗯。当然，我觉得英雄队现在其实给到他们机会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家里的，像是这个卡莎的这个伤害，其实这个阶段还没有完全起来。是的。刀妹继续带上，但是现在基本上所有人围着金克斯打的话，嗯，你在英雄队这种。进闯阵容摆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威胁不到他，是来吃一手 buff， 而这个时间点石头人从上路抗压变成下路抗压，这把感觉郭老师跟队友好像没联动到一起去啊。是啊，没有机会去帮一帮自己的好兄弟，套路太娴熟了，就那波被风队反蹲到了。嗯，而且盲僧这英雄啊，其实跟端游也有点像的是来了，做不到事情去想找吊哥，有一个破败，但是伤害不是很够，找得到吗？天一波找到 了，但是人跟不上了，这下路开始拆塔了。哇，中国 boy 若风，那下路把塔给吃掉，上来还想包，四包一，潘森这边能不能用大招飞走啊？小飞，大黄旗来了，开始飞了，哎，哇，走了，旁边还有眼睁睁的看着他飞走了，旁边还有一炮飞过来，好气。这中塔感觉要掉呀，五个人直接转中。那这个中塔拿下的话，其实第二条小龙也是可以继续拿了。咱们吊哥过来吃口钱呗，反正上路也不可能继续推了。是。好，来中路分吃一下。这下路二塔，这个血量也是比较危险呀。是的。没兵了。我们手游里面转线节奏比较快啊，因为游戏时间结束的会相对于端游来讲早一些。嗯。所以说我们手游里面每座防御塔都是有镀层在的。就你基本上就算不把那个塔拔掉也能够拿到一定的经济，虽然说装备贵，每一个基础装备都要500块。哦，这个地方直接清到了，哎，有几秒 TV 来这边，石头人一个大招撞了3个人，但还是倒了，而且这个时间很敏感呀，火龙马上刷新了，没办法了，这个时候对于英雄队来说只能大个里头拔矮子，每次都是找英雄 boy。 是，但这个地方有了一个人数差之后，这个龙应该是挺有希望的，感觉不太好接了，在这边选择侧面去找一手这边姿态，姿态被围住了之后，最后一个精神礼仪第二段拿到这个人头，蓝方已击败亚龙，拿一个人来换一下这条龙其实是可以的，不太好走，哎，想留，但这波金克斯稍微离得有点远，看一下这位置，风队要上吗？扫狼腿扫一手，减速到梅尼耶之后跟上去，安森这里伤害非常的高，跟上了之后梅尼耶先倒，但是被隔到了一个小凯怎么办啊？小凯这边没大的反向跑拖时间，得嘞，被坐住了，这是没有办法。不过感觉小凯其实对于手游还是理解比较深刻的，他这个出装一开始先出了个时光杖，哎，知道前期可能有点逆风的时候，我先保一手自己的这个抗性，发育装，对，先发育起来，是看他出了这个时光杖，觉得其实有后期可言，没错。两边也开始附魔鞋子了，因为手游里面其实是基础鞋500，然后再加一个二级鞋，二级鞋就是什么水银鞋、铁板鞋，这些1000，然后接下来还有9种的附魔，也就是我们端游里面所有的主动性装备做了一定的改动之后放到了鞋子的附魔上，这样的话可以便捷的去操作。是的，就类似于以前端游那种家园守卫的一个感觉。哎，没错，只是高级版。哎，比如说我们的现在露露和布隆有出道的鸟盾，然后风队的这个金身也已经合出来了，哎，没错，他现在有这个金身在的话，就开启团呢就可以肆无忌惮上去开。是，各位 AD 玩家们，如果说就是之前很多人有问到的那个问题，AD 什么时候能有金身可以出？因为金身在端游里面只能加法强吗？那来我们手游就可以体验到，是现在基本上队内的这个 C 位啊，中路和这个射手几乎是人手一个金身的，是的，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而且不贵，对吧？对，出道就是赚到，对吧？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没错。来了潘森坐下来，这正面跟上去了之后姿态，哇，只能弃布隆而逃了呀，这时候本能接大招，赶紧往后拉，但这边麻辣香锅来了也留不住啊，哇，这联盟队这个拉扯要包过来了，这个位置，哎，
哎呦，很稳很稳，这波不想被踹回来，直接迎面将闪现走。但是啊，英雄队被包住了，潘森吃了一个路大招，在正面扛的飞起，麻辣香锅直接被打残了之后逃走。正面潘森再扛，虽然说自己也扛不住，不过换掉了一个布隆，来他们能操作吗？这个位置先点一个包弹下去，一个比翼双刃没有晕到呀。战士朋友堂扫到姿态，这边石头人大招上来，姿态这波没有技能了，跑不掉了。小凯这里战士朋友堂又回了一口血呀，最后也是。是啊，风队有一次是用护盾没有被换掉，瓦莱德米在后面只能是边缘 OB。这一波要回家去守了呀，中路这个线带到高地应该没有太大问题。这里。逮到了，但是自己这个伤害感觉不太够啊。哎，这个比翼没有晕住，但打感觉有点打不过，风队装备太好了，确实已经拳打脚踢了。开始最后通天坐住一个单手横扫上来，再一配一个钩锁，好出带石，现在两边经济已经拉开到了10000块。米塞亚已经主宰了这片战场，607的战绩回来了，都回来了，回来了，核心打野我只能说真的是核心打野，这打野太核心了，猛开。哎，有回旋踢，但第一时间露出一个大招，没有踢出来，完了被夹住了。但是旁边队友很多，哎 ，AB 这波非常的危险。旁边有一个中国 boy， 但中国 boy 没大招，只能眼巴巴的看着自己家的队长倒下。但是倒下了一个，一响踢两个，旁边来了一堆，感觉有机会这波。石头人大招好了，能不能撞上？没有撞出来。但是正面有一个潘森还想换，换掉了一个布隆，哎，又换掉一个。但是风队来了，要不要操作一打二？对方现在没什么技能了。小凯拿到双杀了之后，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弱风。哎呦，大招躲了一个魅惑，战士红道扫两个，这边先收姿态，回头再想追这边小凯，但莱特密来了，前来救驾，一个大招，这边劝退弱风，魅惑不到了。那这把小凯拿到两个人头之后回去，应该直接能够合成一下帽子，那这个狐狸的伤害其实大大增加一截。是的，狐狸终于在中期的时候好起来了，终于好起来了，很不容易。好，看一下这波回放。现在 baby 应该很后悔，就是上一波闪现交的太早了，有点。这个时候露露大其实已经给到了金克斯的身上了。但弹那点血量确实也不足以把他救下来。是。但这波其实对于英雄队来说还是很赚的，这种劣势的情况下可以频繁跟对面换人头，哎，换人头从数量上来讲也是赚的。对。而且自己这个阵容其实后期能力也不差。这波风队很秀。这个魅惑其实吃到的话，感觉这波是可能会出事。对，来了，小龙开打，能够刷了。下一条就是这个远古龙了。远古龙了，因为我们游戏里面16分钟之后，我们就会就是产生远古龙的刷新。是的，而且四种属性其实只会轮换一次。就每种小龙啊，每种属性的小龙只会出现一条。是的，要格外珍惜才是。当然我们也是有小龙优先级的，不过这个大家在玩的时候可以多多的体验。哎，每个人其实优先级也会有点不一样。哎，哇，小凯的闪现刚刚又是被一不小心点出来了，现在虽然有帽子在身，但是想要突到后排去还是稍微有点困难。是，刚才那一波是把经济搬回来了一些，但是现在联盟队整体的装备，这个装备有点耀眼，主要经济落后太多了，现在经济落后接近10000，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风队现在在野区疯狂钓鱼来了，准备选择开团，直接开布隆，就团结坐住。但布隆这边开一个盾还是比较肉的，但潘森已经贴到了后排，石头人一个大招大起两个人，这位置非常不错，但队友稍微有点跟不上。小凯在侧面吸引了对方的一个注意力，正面潘森已经先倒了，这波位置还不错，感觉莱德米可以救进来再找，但这波 baby 能操作起来吗？出出很高，狂点，但被动没有刷新啊，这个位置。哇，金针起来了之后要被点死了。哇，小凯尽力了，尽力了，尽力了。这波掩护队友撤退，而且其实对于英雄队来讲，刚刚第一时间是完全没有被金克斯打到的情况之下，他们已经把战场隔得比较好了。是的，但是后来露露大给到金克斯之后 ，Vivi 真的是一顿疯狂输出，容错率太高了，对，没办法。而且现在这个装备太痛了，再给一波回顾。直接做到了这个明烟。对，在中国 boy 撞上去的第一时间，金克斯其实有点难打输出，这位置被隔开了。这波其实小凯很关键，第一时间在侧面吸引对方的一个注意力，骗了比较多技能，而且刀妹其实这波冲进去也是打出了不少技能来。那 baby 这个金克斯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完成收割，被保护的太好了，不然这波死一个人，感觉有可能拿到一个死杀。确实。哦，这波非常的稳啊，也没有根据刚才这一波小的节奏去拿这个大龙，还是先发育一下，清一下野区。现在毕竟已经三件套的金克斯了，而且带个水银系带，想要杀他实在太难。是。
感觉这个水银期待有点为对方小凯所准备的，如果一旦被气闹之后我马上叠这个水银。对，大妹不要过来魅惑我我不接受啊。感觉两边还是要等一下这个远古龙的一个刷新。其实两边进入到中期之后有没有发现就打得很稳，就没有选择去动这个大龙。说实话两边都还是在中期的时候稳下来了之后，看得出挺想赢的，是怕被这卡一个时间差，打得很认真。主要其实在手游里面是比较容易大龙回升的，因为手游里面拿到大龙了之后基本上就很难翻盘了。对，基本上拿到大龙就意味着比赛要结束了，所以手游大龙很重要。这边直接去打，但是打的速度有一个眼呀，能看到啊，这波想继续打到底吗？大黄行云一个人过来，第一时间坐到后排一个姿态，我一个人打了成吨的一个伤害。梅尼在旁边狂顶，但是顶不住了，而且金克斯扎进自己的被动了之后冲上去一套乱砍，最后只剩下一个姿态，开了一个鞋子，继续坐住了，一镖直接收下人头。哇，这直接是打出来一波 ace， 这个大龙是完全可以收掉了。刚说完大龙回一声啊。这都没怎么打大龙呢，就过来看了一眼，直接就毁了。那也是加速了本场游戏的结束啊，这是。这不啊，也有点没办法了，主要就刚才那个局面，想尝试去偷一下，但没想到这边，联盟队视野，毕竟这个药岛老辅助了，确实视野还是做得很到位的。龙头里面有眼，这波没有眼的话，感觉真给左边偷了。这都不是一个眼，两个眼在那插着。是的。哇，这一个金身直接又是承受了成吨的技能了，骗了很多技能。而且这金克斯输出位置也太好了，对，就追着慢慢点就可以了，只要点死一个被动刷新就可以加速向前。又来打远古龙了，双龙会，那这个远古龙拿下，感觉十拿九稳了，而且是三两条小龙，对，算是前面两条小龙的 buff 堆叠。对，手游的这个远古龙也是这个。积累小龙越多，它这个真实伤害就越高，并且它还是一个永久 buff。是的，所以在手游里面拿到远古龙了之后，其实打到后期是具备一定的翻盘能力的。当然，优势方一旦拿到这种双龙会的话，就会有那种摧枯拉朽的能力。感觉英雄队有点顶不住了呀，这波攻势太猛，难顶啊，只能靠郭老师这边来试一脚了。虚空锁敌，锁定你。baby 现在装备也很好呀，马上六神。潘森带下路，上路也有两个人。哎，机会来了，有机会。这边第一时间想去秒这边药岛，但药岛这边跟对方直接打了一个互换，而且还搭进一个姿态。是的，这金丝伤害太高了呀，踹出去一个露露根本没有办法管得住。但是正面还在继续往前追，但他们也追出去了之后想杀，但是没有办法换得掉啊，旁边有人。哇，这一波尽力了，本来是想完成一个切合，那有机会一波呀，太好了。上了高地已经破了，现在拆打速度很快，再去拆中路。好，风队现在10-9的战绩，这把我将一次不死，感觉一副 MVP 的样子。哎，被清到了，哎，有泉水，哎呦，直接清到了泉水里。那最后一脚踹掉基地了之后，我们也可以恭喜联盟队拿到了这一局明星表演赛的胜利啊！祝贺祝贺，恭喜他们。好，镜头给到了之后，看到就赢下来，还是挺开心的。是的，这几天的一个训练没有白费。是啊，今天确实在这个比赛上面发挥出了自己的实力，向我们证明了自己。baby，好开心啊！风队说 baby 的笑容，我来守护，我来守护。好的，那也是我们现场应该准备就位了。接下来让我们把镜头交给现场。好，谢谢，哇，太精彩了，这个比赛真的是太激烈了。来，有请我们两队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